好，各位同仁，大家午安。现在我们开第二次的会议，请秘书长宣读第一次会议记录。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九次临时会开幕典礼及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6日上午10时12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帝乐议员等30人，类许愿人县政府县长林冲贤、副县长吴泽成、秘书长赖喜禄等处级长24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记录陈洪某。开幕典礼行礼如仪，第一次会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议案拟答法定人数。二、程序委员会报告议案审定结果，决定照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程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定报告书通过，详如附件。三、秘书长报告：一、宜兰县政府105年8月17日府里商字第10501366593号函为向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申拨年度输变电协助促协金，简送101年、102年、103年度执行台电公司协助金结算明细表，银本各一份，请查照，决定予以存查。二、宜兰县政府105年8月18日府里商字第10501366849号函为申拨94年度输变电协助金施工中，广安 DS 新建工程减送执行台电公司协助金结算明细表一份，请查照，决定予以存查。四、主席陈议长文昌报告，据陈议员汉中提议，本十八届议会第二年度程序委员会杨委员正成并故，请同意推派地补委员以名。你提醒大会决定，决定由本会国民党团与在野问政联盟共同协商推派以一名人选提报大会担任。三位，上午11时12分以上。好，各位同仁，对议事律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准予备查哈。那我们下午继续我们的议程。我们现在请相关单位列席报告来，请主任。跟各位同仁，好，刘远。哎，主任，那可以讲话声明的，必须啊。我在挂电脑，挂怪怪，张明华不来哦，谢成义没有来，杨正义也没有来，电脑也无盖盖，是的啊，还是蛮盖盖。你们老做记者，我是无要紧啦。既然怪怪，你这无盖，张明华没有出席，那谢成义也无来，杨正义嘛，你嘛做好变哪嘞？出席的时候，咱看起来那变哪嘞？电话的部分啊，哇。教授咱是尊重啦，但是安尼变含无来由，名囥出来怪怪的。这个大面的这个啊，电脑你倒这个啊。哦。这看无，这样照起来看无好。好。无来不多啊，没有来，他怎么当没有来？伊再有来啊。郑成议员当然没有来，我来的薛成义。薛成义，这下午的会期，下午的会期，我们早上一个会，早上一个会期，下午一个会。不是啦，这个杨议员那点刚才放过来。有啦，你也去改好，改好，改好。我无意见。好，那个我们，这两天呢，我们就赶快请。相关的人员来尽速处理啊，按看开是无看了哈。哎呀，好，那我们下午的议程啊，下午我们来进行的是审定报告嘛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那个主任哈、先来做口头报告？主席、
林副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以及陈秘书长，还有大会的工作同仁，大家好。贵会审议中华民国104年度宜兰县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审核报告，邀请本市列席报告审核情形，自感荣幸。104年度宜兰县总决算，经宜兰县政府依照地方制度法第42条规定，于105年4月29日函送本市。本市已依照同法条规定，于3个月内完成审核，编造最终审定数额表，并提出总决算审核报告。之案总预算执行之审核、施政计划实施之考核、各方建议意见、决算审核综合情形及重要审核意见等，提出扼要报告如次：一、总决算、总预算执行之审核。104年度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税入决算经修正增列80万余元，审定为206亿3078万余元，较预算数减少7亿6194万余元，主要系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数减少所致。税出决算审定数为204亿8909万余元。较预算数减少11亿2689万余元，主要系按业务需要而减少支付及补助委办计划经费结余，审定税入税出剩余1亿4168万余元，连同债务举借130亿6949万余元，合计132亿1118万余元，经偿还债务131亿4126万余元，尚有收支剩余6991万余元。营业基金决算经本市审核结果，审定总收入5217万余元，总支出5122万余元，存益94万余元，较预算增加60万余元。主要系营业税仅以销项税额编列，未扣减进项税额以及油料费等费用，较预计减少所致。非营业特种基金决算经本市审核修正增列收入2780万余元，审定总收入100亿2137万余元，总支出89亿5693万余元，剩余10亿6444万余元，较预算增加7亿5457万余元。主要系区段征收基金不动产投资成本较预计减少，及地方教育发展基金一般行政管理计划人事费剩余所致。二、施政计划实施之考核。宜兰县104年度以升级二代的概念，提出幸福宜兰2.0、四居宜兰之县政愿景，秉持世代正义、绿色生活、友善城市及政府善治之施政价值，力求实现12项县政目标。该府各单位及所属一级机关共计21个单位，依宜兰县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评核实施计划规定，104年度拟定策略目标77项，绩效考核指标98项，绩效评核结果总分90分以上者10个单位，80分以上未满90分者8个单位，另未满80分者3个单位，为地政处、工商旅游处及文化局。施政绩效考核项目分别有2项、3项及3项未达预期的目标。整体绩效较上年度略为下降，各单位施政绩效项目考核结果亦有部分计划达成度未达设定标准的80%。有关该府整体施政结果，之依照104年施政方针的实施情形等，会诊摘述如次：第一，民政，有关各机关之执行情形，经本市审核结果，核有原住民族部落特色补助计划执行进度与预算编列期程未能配合，
提报计划内容未尽周延或行政作业延迟，公共造产基金疏浚计划期程未能妥为安排，影响业务收入稳定性，无偿提供土石供公务单位使用，弃未建立成本分摊机制，又甚于缴库预算编列及实际缴库情形未尽核实，及出售土石上法厂商申购后之追踪机制，期待研磨改善对策。第二，财政有关各机关之执行情形，经本市审核结果，核有开源执行成效未如预期，各项福利津贴未考量采取排付政策，自筹财源占税出比例为近三年最低，土地增值税收入未如预期，自筹财源不足之应逐年增加之人事费支出，推动民间参与公共建设部分案件未能依约执行或未达成开发目标，部分被占用土地仍未能有效排除，闲置土地亦未积极妥适运用。第三，工商旅游核有宜兰火车站前闲置空间委托营运采购及履约管理未臻周妥，期待妥适筹划委托经营方向，办理宜兰不老节系列活动未建置妥适衡量的指标，复未办理目标族群分析及满意度调查，且历年参加人次呈下降趋势，委托销售宜兰好玩卡为契约未订定销售数量佐证资料，销售平台后台追踪功能未尽周全，办理产业创新研发计划未落实追踪各年度补助厂商执行成效，补助计划执行成果尚无客观验证评估机制，执行旅馆及民宿管理业务检查未符交通部观光局规定稽查次数，任由合法民宿业者擅自违规扩大经营，无照或停歇业者违法营业。第四，建设核有办理国家建设总和评估规划计划部分内容类似或重复，部分规划成果亦期待透过跨县市及领域合作推动，定期滚动式检讨，建筑物无障碍环境财阀作业未尽落实，且弃未依法设置特别收入基金，市区公车拒载老弱妇孺之不满意度上升，市区公车站牌设置地点未与长青食堂据点整合，又未能有效降低中高年龄层失业率，跨乡镇市景观风貌计划或中央补助案件数呈下降趋势，及非业务主办参加观摩活动。第五，公务核有宜兰县第二行政中心举借债务是否具有自偿性，仍待妥善评估，又单位间呢横向联系欠佳，致计划执行进度落后，道路基金预算编列与执行未尽核实，经费之用与公务预算划分不清，部分易淹水区域地理图资资讯仍待建制，河川区域县内违规建物列管查查未尽周妥，办理宽频管道建制计划后续监督管理及布染执行成效未尽良善，公共管理品质人员管理欠周全。第六，教育核有学校午餐食材未规范在地有机食材提供质量，食材资讯亦未适当揭露，部分幼儿园未配置足额教保服务人员，每名教员需照顾幼生人数偏高。第七，农政核有宜安六号执行海难救助入不敷出，允宜严议落实使用者付费精神或委外经营之可行性，宜兰肉品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量值未达计划目标，又迁厂进度落后，不利长期营运发展规划。第八，地震核有区域征收计划结算后转入实施平均地权基金之机关用地及代售土地，未能依原计划办理有偿让售，新建宜兰厝乌石港计划示范屋尚未妥适拟定完工后之处理计划，实施平均地权基金办理已办竣四地重划或区段征收地区后续工程之预算编列方式，未严定一致性会计制度。第九，警政有关各机关之执行情形，
经本市审核结果，核有警察人力短缺，业务繁重，允应妥善规划运用有限警力，积极利用犯罪热点分析，规划聚焦防治勤务，强化巡逻等预防作为，有效防治犯罪发生。部分犯罪指标呈上升趋势，期待强化犯罪预防工作，以降低刑事案件发生率。县内的监督系统设置上罚设置地点评选机制，及部分易拥塞路口未建置或已建置监督系统尚未连结宜兰县任我自由行 APP， 欠缴路边停车费移送强制执行作业与规定为何？第十，消防有关各机关之实行情形，经本市审核结果，核有消防水源列管作业未尽确实，且未妥善评估替代水源或辅助措施，消防人力禁用情形未如预期，且配置不均，又紧急救护勤务存有公共资源遭滥用情形，部分场所消防安检结果经限期改善，届期未复查，或未临用防火管理人，部分消防车辆及装备遇临情形仍待改善。第十一，税务核有部分已注销牌照且未缴纳使用牌照税，车辆行驶国道高速公路未能依法裁罚，期待积极与中央主管机关沟通，建立交查机制，房屋税课征及交查作为尚待加强办理。第十二，卫生保健核有办理长期照护体制十年计划执行情形未达预期目标，资源分配存在城乡差距，提供免费健康检查服务参加人数未达预期，又回诊追踪成效未尽理想，应该实施食品卫生自主管理业者未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应应加强宣导建立自主品管观念，办理食品检验未妥适订定限期改正的一个作业期程，推动心理健康网发展多元社区照顾模式，对于精神关怀访视卫浴及长期居住县外关怀个案，允应研磨修订处理流程及跨县市转介管理。65岁以上老人装置全国假牙计划资讯管理系统部分个案资料建入未完整。第十三，环保核有空气品质净化区营养情形未尽理想，或未列管考核，低碳永续家园运作及成效管考计划之前置作业规划欠周妥，执行成效上罚追踪机制。宜兰县垃圾车动态资讯系统与其他系统并行，且其报表功能未加值运用，期待积极整合及善用回馈资讯进行车辆管理与调度。灰渣掩埋场多次规划设计，皆因为未妥模裁员而未发包，复因为寄存垃圾问题，弃未实质开发，营运中的垃圾掩埋场余运量已近饱和，允应加强进场管制及封闭复育的一个规划，垃圾焚化底渣品质及处理成效也能尚待提升。第十四，文化核有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参加人数逐年下降，收支短差越趋严重，发行产业票及旅行业者专用票亦未达预期的一个效果，南洋戏剧团演艺收入逐年下降，部分艺文场所场地收费机制未臻健全，历史空间委外经营案未进行相关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办理2015年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部分采购案执行过程未尽严谨，宜兰县立南洋博物馆整体营运绩效逐年下降，债务负担沉重。第十五，其他政务发现说，部分的施政成果呢未如预期，施政绩效考核评比成绩未尽理想，宜兰县政府开放资料平台资料管理未臻完善，部分单位尚无开放资料或类目较少，建制的部分行动应用软体下载率偏低，或者系统平等欠佳，未定期评估绩效或退场机制，建立内部控制即标准化作业进度落后，且推动范围有欠周妥。综上，
宜兰县政府104年度推动各项施政措施尚获具体成效，唯经有部分的计划未能达成预期目标，仍待审慎研磨妥处，必提升整体施政的效能。三，各方建议意见总共有六大点。第一，因应温泉法实施办理温泉监测及使用管理，唯对于已开发温泉使用者取得水权合法化及建筑开发新建工程造成水温下降影响，上法积极有效的具体管理作为，允宜研磨改善对策。第二，积极办理国中小老旧校舍耐震评估及补强整建作业，为上有部分校舍位于土壤异化中高度浅势区，期待办理补强，允因通盘检视加强研磨因应对策，以为校舍及师生安全。第三，因应全国高度重视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的施政潮流，推动低碳城市建构计划与发展再生能源，及积极办理环境保护计划，允应审慎评估能源供给条件，并完备开发法源，加强跨域协调治理与监测稽查机制，确保永续发展。第四，国道五号通车，大量游客与车潮涌入，严重影响县民生活品质及环境冲击，期待整合各方意见，研磨改善对策。第五，顺应少子女化趋势，推动国中小学整并政策，允应审慎评估及规划小型学校最适经营模式，并进行闲置校舍活化再利用，以有效整合教育资源，保障学生权益及发挥公共资产效益。第六，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稽查能力无法负荷逐年增加之业务，未能有效落实管制及追踪作业，取缔成效不彰，期待妥适调配能力及加强列管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这六点的各方建议意见，详细的资料请详书面。第十七页，第四，决算审核综合情形。本市办理各项审计业务，秉持独立、廉政、专业、创新之核心价值，市政性、合规性及效能性审计并重，既能实践优质审计服务，创造最大审计价值，提升政府施政绩效，促进政府的一个廉能政治。审核104年度宜兰县政府各机关财务收支，各该机关人员何有财务上为失，经通知查明处理，业经处分，于104年度报请监察院备查者7件，受处分申诫者10人次。另本市在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审编期间，通知查明处理，业经处分，呈报监察院备查者1件，受处分申诫者2人次。依法修正增列税入通知缴库80万余元。修正简列税出通知缴库82万余元。另本市稽查发现机关人员财务上设有处分不当，经依审计法第20条第2项规定，于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审编期间，报请监察院依法处理者，既有宜兰县政府办理旅馆民宿业管理及辅导业务执行情形案1件，又依法提供宜兰县政府有关财务上增进效能与减少不经济支出之建议意见8项。五，重要审核意见。本市连来审核总决算，经就总预算的执行情形及施政计划实施效能之考核结果，研提相关审核意见之则要报告如此。第一，自筹财源占税入比例为近3年最低，且不负支应逐年增加之人事费支出，土地增值税收入未如预期，仍待耿续拓展自筹财源，并检讨人力配置之妥适性。宜兰县104年度税入决算尚有剩余，税入税出短促情形初获改善，为自筹财源占税入之比例为近3年最低，加以县内土地交易情形有逐渐减少情形，连带影响土地增值税收入，期待积极开拓自筹财源。
另外，人事费支出呈逐年增加趋势，自筹裁员不足之印，近半数税出用以支付人事费用，支出结构仍显僵化，且逾半数人员呢非属正式之公务人员，鼓励建政长期发展，有待检讨人力配置及的妥适性，并依约聘雇人员考核结果，落实筛选机制，适度精简人力，改善用人费用逐年攀升的一个情况。第二，办理宜兰不老节系列活动，为建制妥适衡量指标，复为办理目标族群分析及满意度调查，且历年参加人次呢呈下降趋势，期待研磨改善。宜兰县政府于102年度起办理专为银发族规划的宜兰不老节系列活动，营造乐龄友善环境，其目的与宗旨为心境不老、梦想不老、行动不老，并以活动验收高龄友善施政计划成效为相关的一个成果报告呢，未能显现活动宗旨达成情形，也未能呢有满意度调查及目标雏形分析，有待研磨改进策略，以了解办理成效及检视各项的一个活动完善程度。另外呢，历年参加人次逐年下降，又活动带来的总体经济效益仅统计102年度是1.24亿元，其后各年度呢均未办理效益的评估，也未业代研磨改善，以利活动成效的一个评析。第三，建筑物无障碍环境改善财阀作业未尽落实，收入不负支出，且呢弃未依法设置特别收入基金，云应加强列管查查，并健全基金专款专用机制。宜兰县政府在103年11月7日修订宜兰县公共建筑物无障碍环境分类分期分区改善执行计划，明定县内既有公共建筑物及各类活动场所供行动不便者使用设施列管案件之改善期限，及未依规定限期改善之处理方式，落实身心障碍者权益之保障。经查，列管案件中呢，未能依线完成改善者有61件，近四年来该府均没有采取的一个案件。又建筑物无障碍设备与设施改善业务呢，是宜兰县城乡开发基金业务计划之一，但是该基金呢系以预算法第4条第1项第2款第4目所定的凡经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于营业者之作业基金筹编附属单位预算，与建筑物无障碍设备与设施改善基金具有特定收入来源而供特殊用途，因专款专用且付出不收回的特别收入基金精神有别。复查，该基金101到104年度的收入合计10000元，支出合计103万3573元，其收入显不符支应支出，允应检讨妥处。第四，宜兰火车站前闲置空间委托营运采购及履约管理未臻周妥，期待妥适筹划委托经营方向，提升闲置空间的一个活化效益。宜兰县政府104年度办理宜兰火车站前红砖屋暨第六党广场管理及文化展演活化计划，委托黄大鱼儿童剧团进驻红砖屋，推展宜兰县乡土特色及艺文活动，为该剧团提供的餐饮服务开立白果树红砖屋收据，未向该府来报备，承办单位亦未查查，又白果树红砖屋经国税局核准设立并付之该府未依商业登记法规定呢通知其因办理设立登记衍生履约争议，令该剧团提报营运计划书的各项表演及活动尚无明确的办理场次及期程，委托案营运成效评估也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指标，对于各表演团体或单位于该广场办理活动是否应收费，契约尚没有明确的一个规范。该府对于本案经营事项的收费情形未派员查查，成果报告书内亦未见该剧团经营盈亏情形，何有对其经营管理的督导考核未尽落实。又本案红砖屋所在现址的土地与建筑物已投入巨额财务成本，未提升其经营的管理效能，
允应参照现有公有财产委托管理模式，充分检讨相关制度规章及委托营运机制，进而兼顾空间活化、文创产业扶植及创造经济效益。第五，部分幼儿园未配置足额教保服务人员，每名的教员需照顾幼生人数偏高，期待督促研磨改善，提升幼儿教儿品质、教学品质。依照幼儿教育及照顾法第18条第4项规定，幼儿园由5岁到入国民小学前幼儿之班级，其配置的教保服务人员每班应有1人以上为幼儿园教师。为查，宜兰县104学年度公立幼儿园班级数77班，教保员具教师资格者47人，私立幼儿园班级数52班，教保员具教育资格者仅2人，未能依上开规定呢配置足额教保服务人员。依照教育部统计资料，宜兰县102到104学年度平均每一名教员需照顾幼生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数，且逐年上升，幼教员逐年下降趋势，每名那个教员需照顾幼生人数偏高。该府考量现职教保人员除训机进修不易，幼儿园亦反映难寻的一个适格人员，于是在104年函请教育部在宜兰地区开设幼儿园的师资职前教育课程专班，但是到104年度呢都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允应检讨改善。第六，宜兰县公共造产基金疏浚计划其成未能妥为安排，无偿提供土石，未建立成本分析分摊机制，又剩余缴库预算的编列及实际缴库情形未尽核实，期待研磨改善对策。宜兰县公共造产基金104年度营运结果，销售收入与本期剩余均超过预期，为分析近5年业务计划执行及营运收支情形，疏浚计划其成未能妥为安排，导致呢业务产生空窗期，收入呢波动巨幅，幅度甚巨，又聘用人员的人数呢并未随同业务增减而调整，造成业务量萎缩的时候，人力的一个资源未能充分运用，影响基金的一个营运绩效。无偿提供土石供公务单位使用，为但相关的一个成本应由该基金来指引，与作业基金的营运目标未符，又该土石的移转未透列预算，意味于财务报表适当揭露，营运的一个资讯未增的一个透明。宜兰县政府近3年度编列该基金的一个剩余缴库预算数未经核实，意味适时的一个办理追加减预算，又实际有剩余数，但是却没有依照预算编列金额来办理缴库，允应查明妥属，并研磨改善对策。第七，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参加人数逐年下降，收支差短越趋严重，发行产业票及旅行业者专用票未达预期效果，期待研磨永续经营的策略方针。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104年度预算编列门票收入1亿元，实际收入5324万余元，达成率仅有53%，远未如预期。活动收入及参加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相关收支未能有效的抑减，收支失衡越趋严重，期待破化创新永续经营的一个策略方针。发行产业票及旅行业者专用票，以较一般票优惠的价格供旅馆民宿或旅行业者认购，以鼓励业者结合童玩节推出套装行程，为出售数量未如预期，产生大量剩余票券，又活动期间发生游客呢退票时呢未能依照其实际购票价格退费的争议，游客对于票务系统混淆不清的一等负面效益，影响主办单位的一个经营品质及信誉，允应研磨改善对策。第八，设立灰渣掩埋场多次规划设计，皆因为未妥模裁员而未发包，复因寄存那个垃圾问题，气味实质开发，期待积极研磨善策。宜兰县政府环境保护局为了解决垃圾焚化厂底渣及灰飞固化物最终处理问题，规划于焚化厂北侧回馈设施用地的设置灰渣掩埋场，
93年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后来分别于99年及104年办理环境影响差异分析，并变更原开发计划为设置仓储式的一个资源再生厂，但是为审酌环保政策的一个变化趋势，又未考量用地取得及新建经费裁员筹措问题，多次办理规划设计及环境影响评估。十余年来呢，总共花费了921万余元办理，结果均没有实质的开发。回馈用地的下方寄存的垃圾是机关已知的事实，但是呢，到第二次环境影响差异分析变更计划办理地质钻探的时候，才发现增加后续变更开发行为的审查作业程序及垃圾清除处理因应问题。回馈用地权呢是属于经济部工业局所有，历年来呢均没有与其那个研磨土地用使用用途。后来呢，本次变更计划经工业局建议架构用地为目前裁员筹措未定，又提报变更计划之土壤异化潜势分析结果与内政部公布结果未符，语音研磨投诉。第九，区域征收计划结算后转入实施平均地权基金的机关用地及代售土地未能依原计划办理有偿让售，允应积极研磨处分计划。宜兰县区段征收基金截至104年度止，经管的区段征收计划结算后转入机关用地及代售土地4亿1914万余元，含括县政中心的区段征收计划及乌石港区段征收计划结算后转入代售土地总共有10笔，其中呢，和平段的37地号土地呢，目前无偿供宜兰县政府作为停车场使用，未符平均地权条例实施细则第13条，区段征收土地各级军工机关学校不得请求借用或无偿拨用的规定。另外，和平段的272地号则闲置未使用，乌石港的405地号呢，使用区分为社教用地，目前仍闲置中。该基金经广散开县政中心区段征收代售的机关用地呢，以及呢乌石港段的一个社教用地呢，未能依照原计划积极办理有偿让售，允应研磨妥处，以达地尽其力。第十，为了掌握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呢，制定食品卫生管理提升计划，为应实施自主管理业者呢，均未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与应加强宣导建立自主品管观念。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为了强化食品卫生管理体制，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益，制定了104年食品卫生管理提升计划，办理食品安全监测。经查，宜兰县104年度因强制实施自主管理业者呢，总共有84家，但实际上的辅导查核结果呢，均未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为了提升食品业者的专业职能及遵循食品安全法规规范，且鉴于主管机关已公布的指引来供参考，与应加强宣导，强制性的一个检验食品业者，来建立自主品管的一个观念。综上，104年度宜兰县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审核结果，择其较为重要者呢，作为以上扼要的报告，以增了解。详细审核的情形，能请参阅本市前送达的总决算审核报告。以上，敬请主席以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指教，谢谢。好，感谢主任呐，很详细的报告有关于审定的结果哈。那看这个的内容安尼哈。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呢、要如何来改善呢、宜兰县政府确实必须要真正的落实怎么样来改善哈、我想各位同仁哦，安尼针对咱头拄啊哈，咱的主任报告的这个内容内底哈，我们就来，主席啊，同仁好，来请教一下哈，是，主席无，迄、那个我拄啊听的这个。报告书第一页这个哈，你讲104年度总结算，这个税入修正的这个206亿这个部分哈，我来请教一下，
管政府，管政府迄个主导的部分就是104年总结算审核报告，县政府主管税入预算应该是157亿，实际上才138亿。所以伊相差了有8几啊，拢总有50，我甲你看这个你的内容内底，拢总有这个5%多嘞。哦，这个什么情况？你们报告一下。啊，请你报告一下。一点要接的。有了解哦。报告主席，我先详细一下，那待会再跟陈议员来。是。人是总预算。好，编。管政府的部分啦，我正想讲，管政府部分，你有编157亿，实际经营决算的时才138亿尔，所以是不是啊？你要减少8亿过去啊？是。好、哦，你这是什么经营？你嘛讲来听一下。你要求我编啊多，钱拢无够，结果那短缩八亿多啊。报告陈议员。有关于刚才提到的那个137亿，然后157亿这个部分短收8亿元这个部分呢，最主要呢是那个平均地权的基金剩余缴库数呢，较原来预计的减少，是这个原因所造成，就是说那个短收了个8亿元。无啦，即摆唔是要跟你讲，你平均地权啊啥，还是啥物块，我不会跟你讲遐，就是讲。县政府要求编的那么多，你知道？是编了这钱啊，而且可能还有追加，也有追加，对不对？啊，但是你实际上执行起来是哪会差八个鬼？这是税入的部分，要税出的。这部分财主方面是不是够了解？哦，刚才跟那个陈远报告就是说，刚才那个短缩的8亿元哦，是主要是平均地权，它那个部分是反映在这个营业盈余跟，哎，讲不是讲你用个新计单位，不是讲就讲，当然是有某种方面唔只系短缩，哎是，对不对？一定是安尼嘛。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讲，当时包括对家医生内底，一直叫要求会讲爱通过，也是讲你处理这整个预算的事，爱支持。是。结果你主席你怎么差？差八啊几，你差5%几嘞，5.2%嘞。啊是啦，当初编列预算的时阵，要求阮这么多，啊议会还要过，等等。啊你结果执行这主席结果是这样的事，啊那边变哪创？这个重点是在这里啦。副议长，你卖答好讲一下好。我不要答。是不是请财主？它相对于虽然税入短收，但是它那个税出的部分也有相对的有剩余的6亿多这样子，还是。主任，你请坐哈。刚刚我们陈议员提到，就是它的税入的部分就差了8亿多了，少了8亿多，但是税出的伊嘛是减啦，税出搁减6亿外嘞。然后相差多少？8+6多少？14亿啊！这来去侦查才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刚陈议员提的，就是说，在我们你的审议的时候，现在不是质疑他这个税入少的是什么，税出少的是什么，是说当初在编预算的时候，他这个部分，他可会不会有没有去考虑到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一直。在审预算的时候，一直要让我要求议会让他如数的通过，
啊，即卖咧相差了14亿。啊，对我们阮拍拼的新民生，讲未使抬，未使抬。啊，即卖咧，即卖差14亿。啊，对这议员当然来讲，要安怎讲？减一块嘛，安尼叫叫叫，即卖差14亿，啊，这即卖要安怎讲啦？在你的这一个你的审核的意见上面，你对差了这么多的这一个经费，相差8+6=14的这14亿的这个预算，这样的一个经费，您怎么看？对，将来他编预算的时候，你怎么让他要求他？好，你请坐。那个，请黄树琴议员。我这边先问那个财政主机哈，我们那个刚讲那个议题，就说基金那个入库这个决议案，为什么会有那种差距？请你们两位先讲，我们再询问那个审计师。我即马针对印度啊，你讲这条。我即马被猛银工，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啦？好，我想审计师这边我们要询问你哈，因为有个法规问题，那请那个主计或财政，你们先解释好不好？为什么会有基金缴库啊有这种差距？那我等一下再问审计。好，我们现在请财主先答复。好。感谢议员指正哈，我想应该是这么说了哈，因为我们在103年度的时候哈，有一笔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在整个做预算的时候，因为有一笔平均地权的收入，那我们觉得说那个时候整个财政调度来看的话，它从整个预算来看的话，它不用进来，好，就那时候说不用进来，不用当成收入哈啊。我们想说把它放到104年再用，那时候呢就是被审计室他觉得说这样不适宜。好，他就把我们那时候预计在103年度所缴的，应该要缴的105亿多，他就把我们缴进去了。就在103年度，他认为就我们已经要在103年度就要依照预算那个东西要缴5亿多进去，所以呢，造成我们在104年度原先要缴的这个5亿多呢，便在缴到103年度里面去，所以会造成这个整个基金在104年度的时候缴的时候就严重的不足啊，大概是有这种状况，还是。说不足的话，我们曾经在去年有个决议，就是说基金缴库的决议哈，这审计应该知道。我们有决议就是要求逐年补足并决算。那现在万一他没办法补足，他没办法入决算，但是他确实是那个核实编列的话，那请问那个审计有什么方式？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地方那个。法规名称叫宜兰县平均地权基金收支管理办法，跟我们当时决议虽然没有抵触，它有写第五条是写本基金如有剩余，得是财务状况签奉机关所长核可，再做相关的那个预算程序得以缴纳。那第二个，全国有多少像宜兰县政府这个状况，他没有办法做那个逐年补足，那中央有办法吗？那请那个主任。委员，主任，你刚刚听我们的这个处长安尼讲，你听得落去无？伊这两已经5亿已经落去，后壁医生佫来编5亿，要佫落落来，你要做啥钱啦？之前你本来104年要缴的，结果103年已经缴过了，你起码医生佫104年佫来编，你唔是糊弄我们吧？对不对？你口袋有100块钱，你讲你先给我100，然后你后边讲，我后边要给我100块，你有可能不？哪有这样子说的啦？你们听得进去吗？主任，你听得进去吗？这如果说我后面再缴，这个还有一话说，不是你是之前已经给人家了，你起码后边够要讲，我再给你5亿，哪有可能啦？对呀、啊，主任，你说说看。主席嘛，我先讲一套。你当面一边答复啦，你像104年的总结算就是都是安尼处理啊，对不对？哦，拄好你听讲，阮财主哥才过来讲，哦，我请问你啦，今年度106年的预算已经要送进来的啦，好、哦，阮老家就要开啊嘛，吼，10月份就要开啊嘛，你有甲建议讲，应该恁这我大概建议也是讲提出来，互因讲，你这大概减编一数啊。啊！来，你看你100年的这个
总结算的这个审核报告内底吼，拄啊，甲你算算起来，税入甲税出差14亿外，啊，你减叫今年减变14亿外，你变哪济物数？啊，我看你的这个报告里面，这口头报告，你的口头报告内底你也看，看是哪尼济啊？对，啊，你根本都你敢那？敢那一个啥哩噻？甲苏村报告甲馆长印一本真水噻，你这嘛印一本真水啊！啊来讲报告，讲大家看是做个也无，甲伊讲做处分也无啥，敢那较严重啊，记警告几届，安尼有效？安尼不痛不痒啊，是不是嘞？我是本身甲你建议啦，你除了这个104年这个吼，这个已经发现这个毛病出来，这是做整体，我这嘛是讲的。四项我也未甲你请教啦吼，总统都内底这个100亿，这个你都查税入税出都查啊济啊，你100块人你是不是要叫减编挂？是不是这样？好，陈宏旭员，哎嘞，注意嘛，拄啊，我听财政处你讲的，就是讲本来是他要放在104年度的预算5亿外。结果连审计师去当初要改工，你要提列到103年度，前一年就要提列出来了。啊，是不是103年已经缴库了嘛？平均地点基金缴库了嘛？啊，是啊，104年，啊，你得序列预算呐、啊，这样就序列预算是不是啊，主任？对不？啊，你糊弄议会啊，那我安尼去补的啦，对不？我感觉我咱议会是不是安尼去用骗你？对不？去当初那个台一杠就袂使哩。啊，你本来就是序列预算啦、啊，本来104年度你要放在104年度的预算里面，结果103年度审计师赶紧纠正工要放在103年度里面，结果你提早提拨了，结果呢，你104年度，你搁啊扛落，啊边讲啊无这条钱啊，你都讲意思是安尼啊，我听起来意思就是安尼嘛，那这样就是写了序列预算嘛，糊弄议会啊，到底要先哪处理？所以嘛，啊，你的看法啥？你马上讲出来。好，一并答复哈，陈汉忠议员。啊，感谢大会主席啊、哦！啊，我就叫我们啊审计官哦，李主任哦。依据《审计法》2条规定哦，审计职权共有7项啊哦，审计官应该非常的清楚哦，就监督预算执行啊，核定收支命令啊，审核财务收支。审定结算嘛，哈，以及稽查财务上不法不忠职务之行为，考核财务效能。6，核定财务责任。7，法令应办理之审核项目。对于104年度宜兰县总结算的审核报告中，你有列到？审核的施政以及这些的考核各项基金决算以及审议这些建议你报告的就是刚才你所报告的都非常的完善本席也肯定你可是既然审计是你在监督预算执行以及职权在当年度的预算执行中是否应该严格的监督如果你能够针对重大的工程以及这个实施的项目，在活动的情势当中能够去掌控，我相信宜兰县政府2.0的县政愿景，以及林聪贤县府带领的团队，应该是能够早日实现的，也能够提升我们为民服务的品质哦。李主任啊，你的看法如何？好，这个部分哦，是不是日后我们审计室这边应该要去切实的去做到？你能做到吗？这是第一点呐、啊。第二点哦，我看103年度的决算，甲104年度的这个决算，你的审核报告有几项哦，都是在告补议会去了，你在糊弄议会。我举例来说哈，依据《审计法》2条规定哦，第67条决算，这个《决算法》23条规定，严格来办理整个的业务的效能，你没有能力去实施整个的
这些计划。我简单举一个国际同安节、南洋博物馆基金以及南洋戏剧团。难道沈继顺，你唔知讲这个代志一定行之有年了吗？县政府他年年的浪费公帑，而且审计单位你们又没有严格的去整顿他们，这个部分除了你的看法呢？哦，这两点我先讲啊，你能不能做一并回答？好，一并答。我们请刘天如演。哎，大家主席哈，咱副议长，咱李主任哈，两位处长了哈，我感觉讲，处长哈。两位处长哦，你应该爱真清楚啊。议会当然即摆你关心就是讲，你是安那对收入甲支出的部分啊，来互质疑啊，八也好，六也好啊，是毋是支出啦？因为你收入啊减八，所以你支出啊减，而且毋免你讲爱讲啊清楚，尤其是伊人管的财政本来都毋是讲真用真好吼，所以每年应当。议会当然啦，来甲咱支持，应当爱真正核实啦，来骗的啦。包括拄啊，咱新北看的报告哦，咱谢谢医生，我拄啊看，咱的门票收入吧，同款子啊，咱讲一亿，结果收五千四。我像安尼是啊，安尼又去开拓，这个应当安来推销来做好，啊无咱骗，减骗一数啊，啊卖讲这个是差40%，这总是无好啊。所以讲，我想，认为处长一定要做好啦，比讲白做好。恁两个处长就这问题啊，议员当然所质疑啊，按来讲啊清楚，人有讲唔对无？恁讲对无？恁讲对，恁嘛较大声讲，是按来查是，但是讲伊唔对，是唔对是那边报告好，就这问题点样？有哪讲啊？那个处长啊，财政处长，你要好报告好嘿，报告清楚了。好，我们请。前议长张建荣，主席，新界区的官员啊，还有我们同仁啊，每年的这个拨水啊，应该我们，尤其我们审计单位啊，一定要决定的监督下去了。宜兰县不会有那么好运了哈，这几年能多贵？是搞是靠乌石港，卖乌石港在扩大征收在土地啊，原本就评比应该在全省还是倒退最后一名了哈，过鬼都没有办法，我们怎样给县政府开源节流？卖讲一年每年都是先一直弄，你的报告我看过，我讲一个不老节就好。不老节的时候，像议会常常在讲，应该审计单位你可以在办的时候可以派一些人来看一下，抽查一下，办好那些经费给他看一下。嘿，不老节过程嘛，你拢算的啦。第一年啦，议会给他通过是现场要再连任要选举啊。第二年再办又不像话。第一年是把所有的经费。每一个单位就是弄钢铁来用了，铁来用，道道都该用去，结果议会不同意啊，你没预算搞用，为啥？基本我正式拼预算出来，基本做出来关系啊，就算我做红底的，公关我正式给拼出来，拼出来你去看它的内容，今天会还没办，会再办你再去看，以及吧哈，去外关区。十点十样点，叫社团叫人，原先叫在那家，安尼钱分落去啊，一点效率。你刚才报告写出来，他有效率评估，他什么效率？结果开钱了，你跟你下，你叫下，一个效益评估他多少钱啊？没有啦，办到外口的啦，办到全部集团开了几十万、几百万的，无三个人啊，要惊去宰啊！该老人馆的老伙仔讲，你来，你招几个来啊？我一工给你安尼。做个安尼事，我们审计单位应该是爱去看个对了。我是讲这吼，恁是监督真重要，错误一定要改进。尤其刚才咱大家想关怀，
台湾者，台湾者一年的亏损看偌济，每年亏损个这么款的，这款的哈，应该在审计单位应该也要表示一个意见出来哈。当然这是经过议会通过的案，但是内底也没有违法，还是讲内底不应该开，得开去啊，一直设备。你既然同安节每年都在办，你固定的设施应该设施好嘛，不要今年办好，明年就给它拆掉。这里应该新业单位哈，哎，你都是专，你们都有专一个好的人才啊，这要下去。啊，还有一点，你们这里有一个刷准哈，那个公共造成哈，刷起我这个部分哈，这个上严重哈，我是讲咱派新业单位啊。住进去个查公共资产，尤其南部啊，在南部的公共资产足违法，足违法。你去个看伊个合约吼，他规定都要喂出来吼，未使提出来哦，未使提出来，拢未使都要菜都现场菜。哦，在大会甲质询，讲你那会使出来加工多菜，要再蹲那议员介绍，伊都要加工给你洗菜。菜菜时我讲叫馆长、叫副馆长个哩啊，结果伊哩还是啊，伊迄日暗嘛，馆长就是派迄个香香讲甲好扫扫，孤影你白来就孤影，那个再裁掉，透啥？那个公司哦，确确实实啦。想过高级了，想过好笑，不如是安尼做了，还把我即摆我调出来，佮顺我拢给伊调出来。我即摆我查好甲你讲，即个违法的事哦，在啦，无安那在拢无紧，再好，遐甲你洗洗就使处理啊。那我安那甲你标，别人袂使咧。伊做好，甲摕咧做火箱，我再去卖咧。迄个公司是个。管道真特殊啦，哦，只要拜我先今年查好时啊，甲恁报告。啊，我想报告以前啊，恁拢有素材真个呢？去个查看卖，查伊个有何伫倒位啊？哦，这议会讲啊，你做较早议员去讲拢未通啦，拢抓未到，因为这特殊甲管道特殊真好不多，即上去抓未到。但是这个报告，恁即届报告，我会提出来甲你看。我是讲你不妨公共作算，你已经专业的知识，入去甲查一下。哦，我想这南部哦，公共作算这沙洲啊，近几年哦真违法啦。啊，这下面即马都要告知啦，因为即马佫无偌久要改，啊，即马佫有力的人士佫咧活动，叫馆长爱佫做，啊，馆长会准，阮议会佮动。我想这啊，你。不如啊，请恁单位去查这非法，恁爱去查的吼。好，感谢。那我们请林成功员。主席啊，主席哈，各位同仁，主席，您敢有调查权？您敢有类似像拄啊张议长讲的调查权？就看到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发动。有没有办法？就是书面的审查，看出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但是看出问题以后，如果县政府不鸟你呢？我们会依照审计法第17条来处理的。对，因为你今天下家，我其实讲真的，我替宜兰县政府感到捏一把冷汗。你讲为真理想，为什么？其实这讲足严重的，几乎每个单位都有问题的，就好像并公，都要我再了解讲，你是站在审计部门的。其实跟我们议员是站少会啦，因为你医生累了嘛，吼。啊，现在结算的部分就是讲，国外是这样嘛，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你们编在监察里面，是站在协助我们，然后来监督县政府嘛。那我对我去看，好，我积累了，吼，你写了这么多问题，那是不是相对行政机关要不要呼应？啊，伯利，呼应我们看得到吗？就是在这本里面。好，比如为啦，我比如为吼，比如你写，咱的征收土地。被县政府违规违法拿去做停车场，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不，你现在物件都是帮我们议员哈，在论证的时候提出很好的看法，但相对于这个问题，都是问题啊，民政也有问题啦，耍酒毛问题啦，好啊，像这个部分是不是以后是不是可以辅佐在后面？比如说印度，你完了讲了嘛，你查出的问题啊，他的答案就给我们啦，对不对？比如说停车场他有什么违区啦，什么就在后面说明，是不是安尼？感觉这个报告更加有血有肉，啊，是恁这个报告根本都无管住，有吗？有线有吗？这个都是从这一本那个总决算审核摘录出来的。对，我在这组基金的报告嘛，检讨报告嘛，因为你们看到问题嘛，提出来嘛，让我们一眼知道嘛，在审决算的时候也能够帮忙，跟县府这边大家一起努力嘛，是不是这样讲？好，所以我是感觉有严格讲，我看到你们也写了这么多，其实就我们县政府其实还有不是刚刚很大，你弄进给的什么卫生理想卫生，其实都是缺失嘛，甚至违法违规嘛，那。以后硬一点嘛，我相信管定的立场嘛是希望讲，你们看到违法失职的时候就有法效了，法律效果。哦，不能这家机会讲话，你要国家的人民财产，搞不了都没有效果，大家在那边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主任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讲，你该不提出来你的问题，我看也很深入，各部门你们都找到那个有违规有违法，那就要求你的上级单位监察院下去做处理。我相信一个主官他也愿意，你们帮他忙。然后把问题丢出来，然后我们议员会站在你这边。好，谢谢，辛苦了。好，沈德茂议员，我看沈德茂议员讲话吼，咱请李主任吼一一给我们答复一下。那我们有问题，我们再继续来探讨，好不好？沈德茂议员，主席哈，副议长、秘书长，但呢，这个审计署主任哈，县政府的这个处长，我的同仁，就会看完。我是认为哈，你在工作报告里面这么多，我来到议会已经十几年了，你们每一年的工作报告都写得冠冕堂皇，写得非常的好，对宜兰县政府的缺失问题也都有挑出来，也都有挑出来，对你们的精神跟敬业，说良心讲话，以公务人员的身份审计的这个。这个立场，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不过，咱讲一个事实话，宜兰县政府所有的问题，您挑出来的问题无法度解决，没办法解决。你把它挑出来，问题丢在那里，你是在好像在保护，挑出来在保护宜兰县政府，保护行政单位继续违法而已嘛。因为每一年写的都一样啊，啊不改变啊，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你挑出来的问题，他们一定要跟你答复，答复的不清不楚的时候，他有涉及到法律的不应该执行或者执行不力，你应该是有监察院，你要送给监察院去处理嘛，你不要只有对什么。议员的建设经费只会对议员的建设经费来监督，你来监督什么？议员所有的建设经费也是政府编出来的，谁敢违法？谁敢装保私囊？没人敢嘛？你一直在讲说这个经费编的太多了，所以不可以。但是这一些都是在做地方的建设啊，小型工程建设在做啊。你们的审计部在搞什么东西？我搞不清楚啊。方向都走错了，民意代表有什么权利？你跟我讲，民意代表有什么权利？他能够签什么东西？他能够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是行政单位在做，所以我们真的很难过，方向都走错了。今天你写的这个报告，我们应该议会所有民意代表要跟你站在一起，跟行政机关一起来叫他改善，然后不可以的时候，这预算就下一次不给他编嘛。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结果呢不是啊，预算照编照捧，啊照虚列，啊虚伪之外，还是一样虚伪之外。好，你现在在讲的，自筹财源的部分，你在说增值税，你看三年来土地交易依然是每况愈下，所有的没有不能因为行政作业的行政那一个政策错误嘛。行政作为之后，我想要请教你一下，
空地，空地哦，空地可不可以转换为房屋税来收税？可不可以？空地啊，空地啊，空地，空地给它装起来，装了按照那个面积比例来转起来，收房屋税，可不可以？这个按照依法是不依法，我看就不可以。可是我们的税监单位、税监处说可以啊，因为有一条是说，如果有人违规使用是可以使用，但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法是什么？才登记制呢？犯违规犯法，当时有法律规定呢。我们现在不是法律规定，都用行政的力量自己喷一喷，讲一讲，自己左手签，右手执行。我没有看到没审计单位去做什么样子的一个纠正。这个法规根本就不能用，我们民意代表没办法呢，控制不住呢。你的审计单位再不帮忙控制，这一些人都阿爸的，跟头也赶快呢，顶一个公告一个都要死，爱钱啊俩，涉及人民的财产的一个这个收税，应该都要从立法机关通过的。那如果像现在，如果是宜兰县政府这个，我没有看到你们在纠正。这个政治的政策错误，你们提出来没有去检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形？为什么土地这个增值税自筹越来越少？啊，自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用的人事费也好，他刚才有讲的不老节的钱的编列也好，他还是这样花出去。请问他钱从哪里来？就卖五九杠啊，还有以前的人家留的五九杠有留去出啊钱，啊，就来怕卖蒙卖蒙卖。啊，没被变私房私房钱挖未开，啊，你们有没有在讲？所以我发现里面啊，真的是没有把你们的审计完的最后的结果要变为什么样子的，让行政机关去改善，没有出来啊。我们也是在努力要向他改善，所以啊，你看啊，人事越来越多，你看他自筹人愈来愈多，滴滴捧起来，那一赛。你还讲的哦，你里面还是你要不然你就用越雇人员，按照正常的手续去征选人。你不征选人，专拨专人，人底的增加膨胀人事，啊，那人是怎么来？我们不反对，让每个人都有工作做，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一定要依法用人嘛，行政机关要行政的人事应用，包括你要用越雇人员，要用雇员。或者你要用临时人脸，他都有一套制度嘛。没有制度的，明天想要人了，编个预算，议会通过，那就钱就人就用了。你们有没有去控制？你们没有控管，只在讲。然后你再讲第二个，教育，现在幼儿的这个教育，你写了这么多的内容，你看都没有用到有资格的幼保人员。没有资格的，而且一个教保人员还顾囡啊，顾一大堆呢，这依法都不合的呢，这不是纠正而已耶。